身边的人说，你是为爱而生，你是为爱而生。那我们再来向身边的人来问好，你是神所爱的人，你是神所爱的人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赞美，为爱而生。要每一个人通过这样的赞美感受到神给我们的爱。
哦，主啊，感谢你将今天下午的时间以来分别为圣。主啊，愿主你纪念每一位参与视频礼拜的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在这里来向你礼拜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打开我们的心，你进入到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感受到神与我们。